我没听懂你什么意思，师傅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实话？6年前你去三号码头到底做了些什么？前几天，我找到了当年送王柏林出去的那个蛇头。 他说他看到了送王柏林去三号码头的那个人。你是在怀疑我吗？6年前我们抓捕王柏林的时候，在我们严密的布控下，他却逃跑了。当年我也跟你讲过我的怀疑。我们把孙明抓回来的时候，前一天他还好好的。自从你带着晨晨去了医院之后，孙明的态度就急转弯，问他什么他都支支吾吾的。 你敢说这和你没关系吗？我的动机是什么呀？你的证据在哪儿呢？有点像，比前几个更像一点。关于杨建群，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的吗？行。你到底在怕什么？还有什么好怕的？师傅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实话？ 6年前你去三号码头到底做了些什么？我的动机是什么呀？你的证据在哪儿呢？